全副武装清洁消毒，确诊者足迹踏遍桃园市区，这城还守得住吗？如果社区感染真的到第四波，代表这个基本上控制不住了，那封城就是一个考虑。连化学兵都出动，疫情还是向外扩散。目前社区感染人数已经扩大到四人，但还是属于第一圈亲友。如果亲友再传亲友，超出掌控范围，封城将近在眼前。第四波以后，你就根本无法掌握它的行踪了，你也不用看足迹了，就是到处都是可能有病毒的。民众尽量待在家里，尽量不要出门，除了必要的活动之外不要出门，然后减少人跟人之间的往来跟聚会嘛，这几个是基本精神。即将面临春节连假大挑战，只有人人做好防护，减少群聚，才能有效防堵疫情。赖先随陈克庆志台北报道。